六场16%胜率的绿色熟练度韩信，在王者43星排位赛中六分钟打到对面投降是一种什么体验？很多粉丝想看小外玩韩信露娜啥的，不是不玩，我就想低调一点，焦点大家常用的英雄。如果这个视频点赞过万，我下期直接玩露娜。大家好，我是取名鬼才校外，今天带来六分劝降流韩信。首先，设置里勾选攻击最近单位，其次前期出装顺序为打野刀、攻速鞋、陨星。其实我看过很多大神玩韩信，像既然五个白，我学到三点精髓。第一，学会留技能，始终保证自身有一个位移技能可以用，这样不管是抓人还是逃跑都游刃有余。第二，推塔带线远比人头重要，但是不能单击，前中期我们有三段控制， gank 效率非常高，先打出优势再去分推。第三，刷经济，一个合格的韩信在中期的经济一定是高出对面2000经济的，不然你就会发现你谁都打不过。幸福来得太突然，刚好有残血，二技能 A 两下，一技能带走程咬金。转战中路，反蹲到对面打野，这边有细节，先一技能上挑控一段 A 一下，直接大招控第二段，再 A 两下打出第三段控制，二技能留着应对突发情况。前期只要有团战，哪怕野怪打了一半，我都会去支援。二技能 A 一下，惩戒接大招带走凯。你看下路在打架，红 buff 虽然刷了，但是我们要克服强迫症，两个人头不比那几个野怪香吗？这边大招带走凯，一技能追击程咬金，你看留技能多重要，不管你玩李白还是韩信，都要保证自身有位移技能。来到上路，二技能位移，一技能挑飞一段接大招，我就知道小明加血肯定来不及，直接一技能撤退，我们大招是有 30% 减伤效果的，预判到对面有致命伤害，直接开大，往往可以保住一条命。手不能闲着，直接开大龙，对面发起投降，我笑了，我韩信玩的确实菜，我只玩了六局，但是我看了很多视频，掌握了这些技巧，发现这个英雄也不是很难，难点就在于逆风的带线意识，还有你的大局观。问个问题，你知道什么英雄克制韩信吗？大家可以在留言板告诉小外。听说点赞的大哥今天打排位会十连胜哦。铭文三无双七货源，十鹰眼十多脆，装备红野刀、攻速鞋、暗影战斧、无尽宗师、碎星锤。感谢大家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